我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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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天台四教一记教观纲中合说，各位比丘，各位比丘尼，各位沙弥、沙弥尼，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大家请放掌。好，那么我们上一堂课呢，跟大家呢，这个已经说到了这个藏教人发心啊，发菩萨心，那么呢，修四六度，那么是四六度呢，特别是以布施度呢作为开始啊。那么谈到了这个布施的这个六度，从六善进入到六度啊，六善之度。那么呢，这是要具有这个五个发心，好，了解这个布施的实相义啊，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空性理啊，对声闻来讲是空，实相就是空性了啊，是这样。那么当然呢，对这个大乘那就不一定了啊，对原教佛、原教乘、原教的菩萨，那当然就不是这样。那这个藏教人首先要知道这个空性义，接着呢发菩萨心、慈悲心啊，慈悲心不是菩萨，慈悲，慈悲心。我们说菩提心以大悲为首啊，这发这个慈悲拔苦与乐之心呢，虽然了知。其实空无相的道理，可是呢，那么也要知道呢，是要为他拔苦离乐，接着呢要发愿，令一切众生皆成佛。我还没有做，我就要发愿，以及我发在对方身上，这叫发愿。那么接着呢，第四个心是回向。回向彼等还有一切众生皆成佛果，这不太一样哦。发愿呢，不谈我这里有多少功德，我还不谈。回向就不一样，回向是将我发愿含着发愿啊，发愿慈悲实相这样子的理，通通乃至于我已经做了这个布施的事，这样子的功德回向于后，回向给谁？回向给这个受施者吗？不止，还回向给一切众生。哇，这个是不一样了。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今天帮助你，我不只是帮助你，我还希望帮助更多人。我只是因为你有缘嘛，我帮助你。我不是只是因为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关系，然后我帮助你，不是这样子。是，就是有缘，我今天帮助你。那有缘不一定是说特殊的关系啊。你在路上遇到这个人摔倒，遇到这个人疾病，躺在地上啊，癫痫啊，都，那你知道了，赶快给他一个糖，或给他一个什么，敲开他的嘴巴，给他一个吃那个什么东西，让他含着，就醒过来啊。比如这意思，啊，还是说这个在他的身上。怎么样子掐哪里啦，掐人中啦，让他痛啊，怎么样啊，好回来，这是刚好这个缘，对吧？所以缘遇到你，我利益你，但是我希望将这个功德，前面三个功德，实相、慈悲、发愿，这三个功德再次的都回向于你，乃至回向一切众生。这是一切众生哦，你看看。因为已经有东西了嘛，已经有前三样的功德念了嘛，那将这样的功德再回向给一切众生。诸位，这是念头而已，
这并不是实际操作什么，操作就是操作那个布施那个行为而已啊。但布施那个行为如果少了这个回向，少了这个念头啊，缺了一样，难说它是完整的度。要有这五样啊，理论上说都要具足，才是完整的度啦。哦，其实是要这样。你想想看，你知道三轮体空，也知道发慈悲心，但没有发愿让他成佛，哎，那这个不叫度啊！啊，他不能成，你不是要让他成佛的呀。这第一，第二，你只是让他成佛，到了愿这里，你只是让他什么？你没有回向一切众生皆成佛，那有那个特定众生成佛的吗？你只让某一个特定众生成佛，你欠我钱，好，我晚上回向的时候回向一切众生，然后呢，道松除外，都皆当成佛，哪有这样子？哪有这样回向的？没有这种这谁人除外的啊？一切众生成佛，对不对？所以某一人除外都不可以了，何况你只是把这个人发愿让那个人成佛，那哪叫度啊？度有一个很重要概念，不带有分别见的，不带有分别见，要记得，带着分别见，那就不难说，很难说是度。啊，我的对立咖，我就对你特别好，好，那这样我特别度你。当然了，特别有缘，这倒是真的了。我这个不好公开说谁了哈，这个就有这么一位长老，他圆寂了。他的徒弟告诉我，那长老很特别。他说他初到这个某处啊，他后来建道场的地方，初到某处。那初到那里的地方呢，这个他呢，这个人生地不熟，然后人生地不熟呢。居然哈，特别去走某家人，那家人呢，没事儿啊，他就去那家人坐着，开杠聊天儿。爹娘是，我没记错的话是有一点学佛，但并不认识。第二，他也还没那么有名啊，这样子啊，后来是有一些名声的啊，是这样，建的庙不小。没有，也都没有啊。他就让他住，对方也让他来啊，来啊，叔啊，来家贼。常常呢，十点多还在那里。哎，一个已经我想看，已经六十多岁了。那个时候起码五六十以上，哦，六十多了这样，看起来好像好老哦。我都快那个年龄了，哎呦，阿弥陀佛了。那么他就是那个时候，他就去。这样，然后呢，这家人呢好像有一点政治背景。后来呢，这个他的女儿呢要竞选做地方官公职，这样子，他就去那教。他不但去那教啊，他居然还让他的后来他有徒弟了，在那边生根了嘛，在那个地区生根了。他居然让他的徒弟，就包括我认识的师父啊，徒弟呢，去做那个那个徒弟呢还没出家，做那个要竞选公职的人的类保镖那样的。哎呦，阿弥陀佛了，是这样，居然是做那种事。然后还没完了，那你看在竞选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忙碌嘛，吼，都是忙到一两点，忙到一两点哦，那个整个竞选团队才嘣嘣嘣回到了什么呢？回到了这个竞选总部。而我没记错的话，那个竞选总部居然也是这个师父呢提供的地方，铁皮搭的啦，就是比如说师父的寺院是在郊区嘛，那就在这边比较城市一点的，他买了一块地。他看准了买那一块地，他就铁皮搭一下，
也蛮漂亮的啦，是这样。然后呢就在那里呢，然后成立一个竞选总部。那还没结束哦。我刚刚说竞选总部嘛，十二点一点才整个大队回来。回来的时候开始开会呢，一点，凌晨一点，帮帮帮帮开开开开开，大概都开到3点4点，凌晨。哎，那个师傅呢，就这样完全 follow， 完全坐镇在那里开会。他可能不一定讲太多话，但关键的事情呢，他都会教。比如说，他教那个竞选的那个弟子啊，说哦，你要竞选地方的百里侯哦，你哦那个早上哦，五六点哦，太阳刚出来或者刚天亮，你就咧直接不管你穿什么，你直接到田洼里头去，田里头去，去跟那个老先生老太太握手，他们正在插秧，你就跟他握手，一一握手，不是在菜市场，到那个地方去，哎，他连这个都教，这样子坐镇一两个月。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呢，派自己的徒弟下去做护卫，把土地给不是捐就是借给他用，然后呢自己呢凌晨一个和尚的日理万机，凌晨一点钟下到寺都就是这个地方了。不过听说是寺院下来，车子一开15分钟就到了了，没有很远了。这样咚就下来，然后就开会，一路开。我那个告诉我的这个比丘师傅，他跟我讲，他说：“啊，我哪有办法？我就派去当保镖。”我说：“你这个人也不是魁梧孔武有力，也不是练武术的人，你当个什么保镖啊？”他说：“没有啦，唬人的啦，当唬人的保镖。啊，怎么当唬人？那个师傅派了3个男众，都是准备出家的。”准备出家的徒弟没让他在庙上，去干嘛？去做那个这个居士的什么呢？这个居士的竞选保镖。然后他们又是你这么要出家的人呢？你说孔武有力也用不上来，那怎么办？怎么唬人呢？就穿那个黑衣人的那个衣服，然后每一个人都拿了个手机，没事就假装在那对话。弄得紧张兮兮，弄得脸色紧张那个样，别人一看，哎呦，这不是哪里的武林高手？哪什么武林高手啊？完全是纸老虎，但就可以唬人，你知道吗？哎，就这样搞了3、4个月，2、3个月这样哦。竞选的时候就这样搞，哎，把自己的徒弟派去干那种事，然后自己呢？下山凌晨2点下山，1点下山，去那边讨论那些世俗的竞选策略，然后搞到3、4点。我说呢，他还要帮忙开车哦，所以他说每次撑到1点多2点哦，他就说师傅，我没法度啊，您讲您的，我要去睡觉了，因为他要开车要保持安全嘛，他没办法，他就睡觉。那我就问他说，每次开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我每次醒来的时候。被叫醒的时候，好像他们才刚开完会，哎，起码是3、4点，然后那个师傅才回去。哇，这样干的，这样做的，哎，那个师傅，那个居士不是说，我后来侧面打听，就是有一些政治背景这样而已，不是说什么很有钱呐、啊，怎么样，也倒也不是哎。或者很有势力啊，将来出来选总统，但也不是哎、啊，也不就是这样的。但后来呢，他当上立法委员了、啊，是这样的。他当上立法委员，一个立法委员能怎样？要善用了、啊，当然也是不错了哈，是这样。但啊，就这样。当后来现在的宗教法的话，也有因缘会动用得到哦，因为这样，因为他是非现在执政党的立法委员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啊，很多的菩萨的手眼啊，你看不出来，哪有这样好的？你没什么理由的，但或许未来你才会知道是什么理由，也或许你不知道。所以呢，这个你不可能说
只说这种例外以外，不然一般来讲，我普皆回向啊，我是普皆回向的，我不可能说我利益这个菩萨，对不起啊，你这个菩萨跟我没缘哦，我不利益，不太可能，也不会这样做，要知道，所以啊，这是例外，但请记得，在通途的状态底下是平等。那个平等不是真正说我给你一块你也给你一块，不是这意思，也不是说我今天用爱的教育教这个 A 我就用爱的教育教 B， 不一定哦。有时候他是用爱的教育教 A， 用啊刚烈的手段教 B， 那都不一定的啦。哦，那是不一定。我们当年灿公教我们的话，这个对那个在家学生呢，啊，温柔的很，对于要出家的那简直就痛恨到极点，那种感觉你连走路呼吸都错，他都可以骂你，他都可以挑出你的毛病，走路他都可以挑出你的毛病，不要说，不要说，不要说什么了，是这样。那这就是他的手眼呢，啊，你还没入门，他是对你很温柔；入了门呢，任我宰割，我就好好磨你磨你。哎，也有可能，这各个不同，手眼不一样，但是他的平等心基本一致的。后来那个居士就告诉我，那后来出家了，他就告诉我说，他决定在那出家，就是因为他看到他师父这样，他相信他师父是平等待人的，能够这样子做一定有他的用意，虽然他不知道，所以能够用到这么极致，但也没看出来这个师父对这个信这个徒弟从他身上反馈回馈些什么，好像也没有，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师父不得了，他愿意亲近。哎，注意，你看看。他从这个特殊当中看到平等，有意思。为什么？因为这个师父虽然最对他特殊，但也好像从来不从他身上要回馈些什么，也语言当中也没有怎样。因为后来这位居士出家前还帮这个老师父帮忙开车，常常也电话也看他在听啊讲啊当啊什么的，也没听他好像特别去招呼这个以最后选上公职的人，也没有啊。也没有，甚至于到最近听说山上对这个选上公职的甚至于还不一定看在眼里，还不一定怎么样，这是由这位师父这位比丘师父告诉我的。可见他师父没有要为他山上安排这种人啊，不是这个想法呀，所以看似不公平，其实毫无特别的渴望跟用心，那可见一定是在未来不晓得什么原因在运用，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包括那位比丘也还不是很明确能讲得出什么原因来，是这样。不过倒是在宗教法过程当中，是有一些已经开始展现出一些利益的了，哦，是这样。好，那么所以说回向是普皆回向的，诸位，真的是普皆。所以你看我们晚课的回向，我说大家不用多，不必怕多，不用赶，特别疾病的送家务进病房的，或者考试临要到的，你写的人哦，这个或是纪事务也好，殷事务也好，或者是陈事务也好，有在写这个单子的，你把它写前面一点，那个把泛泛一般供养泛泛回向的稍厚一点，比如事业顺利，事业顺利没赶着一天两天事业顺利啊，你懂吗？那么临终哦，临终就赶快帮他回向一下，能往生的赶快往生。是不是这样子啊？正往生的，让他好一点，早一点受功德而往生。哦，还有考试啊，那好了，赶快跟人家考试有时间性的，这摆前面，不要多，真的不要多，不必让大家跪太久，不必多啊，三四十个以内哦，这样念的就够了，不能再多了啊，大家会辛苦啊，是这样。我们这样分别一下，所以就回向是普皆回向。那么最后呢，这个。最后这个下一个心呢是具足方便，就是这样。诸位啊，菩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都不为自己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我持戒不是为了有名声，换一个持戒的名声，
不是，是为了众生。具足方便，方便不用在自己身上，用在自己身上不叫方便，你懂吗？是什么？多用心。只要为自己的，都很难说是菩萨相、菩萨行。为众生的，哪怕你在度深山里头，自己在那里修禅定，也是为众生修禅定。你看我们法华三昧忏刚开始拜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说：不为一切众生成就无上佛果，我今发菩提心，不为一切众生成就无上佛果而修此三昧，愿令一切众生断除业障。哪怕我在深山里修，我也是先想的是众生，这才叫具足方便。这第一，就目的说，第一；第二，就善巧说。诸位啊，菩萨利益众生，套句现代话来讲，就叫什么呢？消费导向，懂吗？不是贩卖导向。什么意思？这个早年我去大陆买书哈，绝不手软。为什么？因为大陆好的书也有，特别是他们那个在做那个小学的部分，小学就是考据，语言考据、资料考据，叫小学，不是那个幼稚园小学那个小学啊，小。就是说他不是讲大局，他在资料上的整理，比如说历史资料整理啦，或者是什么资料整理，比如说我们有一本现在也在用的叫做各国宗教法令总集。哇，这要靠那中国大陆人多势众，他们这个做翻译啊整理啊，那人很多，人力相对在那个时代人力相对便宜嘛，他就整理出一本来。我们现在也在用，好几条例呢，都是参考那个的中文版本才知道西班牙怎么写，葡萄牙怎么写，德国怎么写，日本又怎么写。当然它还有修正啊，你各国法令一直在修正，不过至少有个样子啊，比如这样，那叫小学嘛。我就会去买，我会去买很买来用。那么早年我在大陆有时候买一些书，我看到这些资料性的书，现在没空再去看这些，我就整柜的买。因为反正都是比如说二十四史资料整理，那我就二十四史，我不能二十四史，我不能只买二十三史啊，我当二十四全买，整柜子买。好，比如说研究这个唐朝以后的这个唐朝当年的这个社会环境，那社会环境牵很多，有经济的，有戏剧的，有政治的，有战争的，有农业的，有什么？那个才完成一个社会研究啊。那它分好多册，那你要能够怎么办？当然是套书全买。还有一种是不是套书？但是呢，同一个主题有各种书，各种类似的，那你得全买啊。为什么？尽信书不如无书，所以书不能看透，看透就完了，要分得看。跳着看，比对着看，在各种之见当中，你找到一个共建，你会比较安全一点。不然知识都是由人来建构的，人有可能会有偏见嘛。那我们对出家人，我们尽可能的不要偏见嘛，比如这样。这个时候呢，我一定全买。什么原因？因为大陆的书市基本上是什么呢？是生产者导向。什么意思？这本好书，他才不管。好书畅不畅销，不，国家批号这本书就是印一千本，对不起，一千零一本都不可以，一千本印出来了，咚卖完啊，绝版，就这样，他才不管说抢手不抢手，特别是我们用的那种书一定不抢手，那更不可能再版，如果抢手的还可能还搞不好，是不是这样？啊，那么《三国演义》呢，一直印不完呢，是不是？那这个不是啊，这一定不抢手。我一看，哎呀，中华书局就摆了那么两本，那我当如果够钱，我就两本一起买。为什么？图书馆一般存书存两本，不会存一本。重要的书会存两本，如果很重要的书，我会买两本到三本，是这样。像有这么一本书。在台湾被称为禁书，台湾没有言论自由，不会有禁书了。但怎么会叫禁书呢？很奇怪，我不晓得你们查看看还有没有这本书。我一口气买了五本，我七送八送，哎呦，我忘记了我还有没有留。我太重要这本书，
很特别的一本书，是日本帝国大东京帝国大学的一位台湾人在那里当教授，他七八岁高雄人到那边去住，但是他一直没有拿日本国籍，一直拿台湾国籍，到今天都已经是教授了，名字我一直忘记，我不太会记人名了。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名字不好听哈，不代表我的意见哦，不代表我的意见，我还是尊重的啊，虽然他写的名字不好听，名字是这个，儒惑，儒家之惑，不是迷惑的惑，是祸害的祸。我倒吸一口冷气。基本上我并不是说 我跟他意见一样，我完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知道了，东亚都受到儒家的影响，西方人也知道，东方人都知道。那为什么他会叫是祸呢？到底是祸什么呢？这在西方有一些研究，那么在东方其实也有人研究，但是呢，特别是在华人社会里不太敢正视这个问题。你要知道啊，我说是你是祸，并不意味着你不好，你很可能是后期转换，也可能是解读错误，更可能是被恶用。你诸位听得懂意思吗？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这本书他并不是真正在讲这个思想的本质到底是怎么个祸法，但就是当然他也提到了，他特别是以日本，大家都知道，无论你多讨厌日本，大家都知道日本国势强盛，他泡沫化经济已经二三十年了，但他还是屹立不摇，他这个国家还是屹立不摇，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比如说他的卫星能够看到这个，当然现在中国大陆也能做到这样的了。那么早期的地球卫星它能够看得到的解析度仅次于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它的科技并不是弱哦。它虽然不建立军队，但是它有自卫队，它自卫队是受限的，受法律限制的，受宪法限制，所以日本到目前为止它的军事武力是不能够对外侵略的，理论上说是这样，那是他日本人自己乐意这样做的。这个在几年前，三年前四年前，这个首相呢想要松动一下这个法律的条文，他说周边有事的话可以动用自卫队，理论上说自卫只自卫自己啊，怎么会周边有事你来动用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日本第一大新兴宗教叫做创价学会，他成立了一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党的，他带上日本人十二万人上街头，日本十二万人上街头是几乎绝无仅有的，在近一二十年来，日本人不可能干这种事。为什么？日本人非常能干，对政治很能干，因为日本国势稳定嘛，那么跟美国的关系也基本结合嘛，啊，他目前没什么外敌，你懂吗？中国对他也不会怎么样，现在就冒出一个阿胖。你知道我说谁吗？阿胖，那个头发很性格的那个阿胖，啊，老是三天两头就给冲天炮飞过我们日本，日本就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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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美国就出面，然后就谈判谈判谈判，啊，是这样。阿胖，我说那位阿胖，啊，很性格哦。除了这样以外，他其实国势稳定，所以人民对这个事情没什么热情。但那一次，我有那一次，十二万人。好了，这样的一个日本也是长期以来的受儒家文化影响，但为什么他的整个国格、民族情感或民族细分跟华人差这么大？根本在哪里？还有啊，韩国，北韩不谈了，南韩，南韩呢甚至于有儒家村，他的影响甚至于儒家对他社会的影响跟地位，甚至于超过了在台湾的影响，以及最近大陆开始有的影响，甚至于有这样。但韩国整个表现出来的国民精神也是不一样，
没有说为什么。所以儒家传递在东方社会当中，其实各国还是有点，几个代表地区国家还是不太一样。那为什么这个人以一个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之尊呢？那么他敢写这些，他当然是言之有物，有物也有据啊。那至于你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啊，像这种台湾唯一叫做禁书啦，哦，啊，什么情况呢？就是有人不敢印还是怎样啊，哦？我就买下，我就很好奇，诸位，这叫做什么？商业导向，卖方导向，而不是消费的导向。诸位要懂这个道理，也就是我卖完就没了，我不管你要不要，我就卖你这个，我不管你要不要，我就是卖素食，要吃荤的去别家，不准带香烟荤食进来，烟酒进来，不然我不做你这生意。哎，这是我就是，这叫做卖方导向。但是呢，买方导向就不懂。哎，你喜欢吃什么，我煮给你，你说得出来，我就客制化。这叫做买方导向。诸位啊，行菩萨道具足方便的第二个意思，就是众生需要的你得要善巧的给。当然善巧这里头还有条件，你比如说他要你犯戒，你可不可以？对啊，那众生要，那你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啊？理论上不可以，出格的人才可以。我只能这样讲，懂吗？佛法无定法，佛法无定法。哦，你比如我们讲的那位老和尚，有没有烟酒？噔噔噔噔，是不是这样子啊？但你说叫他搞七念三，不至于啦，但就是烟酒。哦，那杨师傅你也知道，在他在世的时候，有些人是对他风评不怎么样的。哦，是不是这样子啊？来，抱这支啊，来啉啦啊！他的徒弟说戒酒戒烟，他居然跟他徒弟讲啊，你不能戒酒戒烟，你还得喝，还得怎样？好笑。然后他也傻眼了，是这样。哦，就是这样。嗯，一马五哈，还蛮假的，对对对对，就这样了。来，输啊，抱这支啊，比如这样啊，那这个可不可以？我说过出格可以。或者你在什么情况之下，我不敢说，我无法想象，我也不可能暗示你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这就是佛陀所说的小小戒可舍，他从不暗示什么戒可以舍。你蒙的良心，依着你的修行，应机对缘，你自己知道，别人没办法替你预设。这就是佛陀为什么不让阿难问 What?小小戒，下面是小小戒，没塞门，不能问，因为你知道佛陀临入灭，他讲了一句话：“自如所问。”听到不？随你问，意思就是说你问我就答。啊，那完蛋了啊！那如果问什么是小小戒，那佛陀说：“拍谁？这话不回答，那就不是自己打嘴巴吗？”只有用神力让他不问。声闻人不懂佛陀有这个神力。声闻人也不了解佛陀有密意，声闻人更不了解菩萨具足方便，非得有这一条不可。所以声闻人当场跟我吵起来，他说：“你们讲小小戒可舍，就是晚上想吃饭。”我说：“天地良心哦，我帮帮忙哦，我才不是这样的。”虽然偶尔我也会过午而食，那就遇到事情，但我不是为这个目的讲这个的。何况这不是为个己啊！我说过了，方便是消费导向，是为众生而设方便，不是为自己设方便。你要搞清楚啊！大家听懂吗？是为了众生需要，你非得设方便给他，而且你还能出格，也就是你自己知道对错因缘。你不是为了放逸干这种事，哎，这是要怎么样子的正知正见才可以，要拿捏的准才可以的呀。你看那个老和尚喝酒抽烟呢，说戒就戒，到他临终的时候，他不是什么得肝癌、得肺癌、哭，人家没有，小病一场走人，人家没怎样啊。哎，他喝酒
酸起来喝得蛮凶的，听说啦，听说蛮凶的耶。他有自己讲说是罗汉在。真的？对，在生病的时候他有自己这样子哈、哦。跟那个法叙师讲。真的哦。对，对他跟法叙师特别有缘。法叙师这个人很老实，他是清凉寺我师父剃度，算是我师弟。但是这个故事他不是他告诉我，法叙师没告诉我这个故事，是这样。你看嘛，他要把庙交给法叙师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啊？哦、把寺院交给他。哎、欸，你啊，同年龄啊，同哦，还感恩的丢了。哎、欸、那同年龄比较有话谈呐，也比信任度比较高。他说哦，嗯。提好歌，我未回来啊，对了，感恩呢，对不对？好朋友，你看嘛，他就是很特别那么也很有童心呐哈。当然我说过，那出格才做得了，这样懂吗？所以你看看，具足方便，意思这么深奥，我们可以从这样子一位长老也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刚刚又讲了那位竞选的帮忙竞选的长老有没有？也是这样啊。后来也没看出来说非得从那位他照顾那徒弟得什么也没有啊，他就迷迷唧唧很身心用意的来帮助这个人，后来这样选上。你看把徒弟都派出去了，你想想看，诸位这样了解吗？这个都是有秘意，那么我们没那个程度啦，别去想那个事，只是说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心中要懂，我们心中要懂啊、哦。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不是以众生、以我们的想象来给众生的，是以众生的需要善巧来给的。那我就问到一个，他让你放箭，你犯不犯？我告诉你，还是不犯为重，哈，还是不要犯，你也死得很惨，你会死得很惨啊、哦。但是呢？看到人家在做什么，那你就不要随便说。这个经，这个论上有这么一个故事，有这么一个比喻。他说，人家是狮子，一跃千里，一跃百尺，能够越过悬崖，生死悬崖。你是兔子，人家跳你也跟人家跳，你刚好不登跳进悬崖。他有那个善巧跳过去 ，OK。你呢，你也跳。奇怪嘞，只还 看不到那只老虎的车尾灯，对不对？奇怪，人是跳位花的给，你是跳位山卡路伊，这样听得懂吗？所以善巧方便不是人人能用，所以说具足方便是什么意思？依个人因缘，无法一概而论，在你的能力之内做你能力范围内的事。我一再的说。我一再的说，这需要很强大的自觉能力跟检责力，没那么容易。所以 我的主张是能力范围内，我们如果修行比较好，小心一点、哦、是比较好，保守一点比较好。不过确实有时候你可以看得到有这样特别的作为的人、哦、好，这就是具足方便了。那么诸位的理解非常好啊。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文啊，这是具足方便。那么好，下面这个文就在做总结了哦，就在做总结了。他说啊，菩萨若能具足此五心者，事实随所思，因中所果，就是你还在因，我就先说果报是怎样的，这样听懂吗？也就是所谓的一切众生是未成之佛，一切诸佛是已成佛之众生，有点这种意思。应该果海果测因缘，你所行的菩萨之行，该果海成佛之海。成佛有功德海藏，各种功德。现在你在因中通通修，叫做应该果海。该要这么写，应该果海。
果测因缘，果呢？将来你得的果，一定是功不唐捐呢。一定是功不唐捐。当时的因之缘呢，源头啊，一一都会显现在你的果报、果德上面。招尾气，跑不掉。诸位啊，这个倒过来讲也是什么因果不昧啊，哦，是这样。所以你不要以为说现在善巧或者是为众生多想一点，不痛不痒，没得什么。不能用金钱衡量，也不能用名声衡量。哦，那么呢，你帮助他的船过水无痕，这个人就飘走了。众生像水一样啊，飘来飘去的啊，一个小念头就变化了啊，是这样。那么这个你自己求忏悔就好。我们道人呢，不能够跟我们所利益的众生呢，这个分别因恩怨，不可以。哎，我对你有恩呢，你怎么用怨对我啊？你这个居士是怎么回事啊？我师父呢？你师父没什么，师父就是利益众生而已啊。你哪怕你是要皈依师父或者要剃度师父都一样啊。哎，有的人真的是哦，消业障消得很凶。怎么样消得很凶？他剃度几个徒弟就出去几个徒弟，就离开几个徒弟，那离开的每个徒弟通通在骂他，是这样。我听到通通在骂他。后来真正我遇到我的戒兄了，我的戒兄自己也明白，他就很感叹跟我讲，唉，剃的徒弟都是如此这般。我说不会啦，你这样消业障消得快。他也苦笑说，嗯，蛮是的，也对。那我呢，他既然讲对了，我是他戒兄嘛，我就跟他讲，那就继续剃。是这样，将来继续消业障。比如这样，他也就接受啦。没有那个，从来都是学生或者徒弟跟师父讨便宜，都是怨叹师父的，没有那个师父要去怨叹徒弟，怨叹谁？因为你叫师父，你本来就是要割血割肉割时间割生命给人家，不然你就不要做徒弟，不要做师父。不然你怎么叫师父呢？你去跟你徒弟摆的一样，哎，我对你有恩了，你怎么不报？你怎么对我如此？那你不是跟他一样了？那你还叫师父吗？师父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叫师父。所以诸位啊，准备做菩萨、准备做师父的人，你得好好想一想，那也是消费者导向。徒弟要什么，你得给。至于你，对不起，你收到的那个什么支票，到底是空头支票、拔蜡票，还是真正能兑现的，都无关紧要，因为你本来就不求回报，只有善巧、方便、具足给他。没有回来的东西，回不回来不是你所想的，这就是无我，还期待着一个回来反馈回来，那就带着我，还期待着他能够怎么样，他能够因为你的度化而能够怎么大修行、特修行、成就大功德，偷偷想一下，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可以，不能第四秒钟，就要赶快放下。我告诉你，做个师父、做老师的人，难免希望自己的徒弟、自己的学生、自己的皈依弟子能够有一番事业，有一个修行好样的啊！这个师以徒为荣啊，是这样，难免，这也是有我，这也是带着目的。那么呢，难免怎么办？有一秒钟、两秒钟这个想法，给耶那几里得喝啊。过过瘾就好了，赶快丢掉，说嗯不可以，这才真做菩萨。所以有人问我，哎呦，世尊割鸡喂这个救鹰，割鸡鸡肉，割肉喂鹰来救那个小小白鸽，舍身喂虎，哦，那好可怜。我说没有啊，每个好好当师父的人都在舍身为虎啊，剃的徒弟都是老虎啊，
啊，舍生命在喂老虎啊，教他，劝他，留他，疼他，惜他，保护他，给他，最后徒弟一句师父我走了就没了，那就不，那不是舍身喂虎伴是吗？不容不难了、啊、每个发心做愿意提携人别人的人都要有这种心理准备，好难，对，但是值得我们做，因为也是别人这样给我们的，是这样。你看看、啊、我讲过那静心戒观，静心戒观是其实是 不是一本书，是一封信，整本书这么厚，是一封信，是谁？没有谁，唐朝道宣律师建立汉传佛教四分律开山祖道宣律师，他替了一个徒弟叫做法慈，我的学生有一个叫法慈的，就是普润的，普润他法号内号叫法慈，哎，外号还内号叫法慈，他的普润是我给他的一个号，他其实还有一个师父给的一个内号叫法慈的、啊、那我们学师父叫法恒，也是法师辈、啊、那他那个徒弟叫做法慈，还是慈人我忘记了，有个慈字，还是慈人还是法慈、啊、怎么样不跟道宣律师住了，要跟师父说拜拜了，师父说你这一去我们见面没有什么机会了，我写一封信当做你的锦囊妙计，一不小心写了二十几个主题，就后来成为静心戒观，写一封信就会写成一本书，你看看做师父的诊简直就是割这个舍身喂虎，割肉喂鹰啊，把生命放在那儿啊！结果呢，我们在高僧传里都没找到他徒弟的名字，听懂吗？换句话说， 他的徒弟也不过就这样过日子，然后就不知所踪。也换句话说，这位师父这么的用心，最后呢，留着我们讲而已。他徒弟呢，可能就啊，老先生多事，往后面背包一塞，一辈子可能再也没看他两次，或者看着看着打瞌睡也就过了。诸位啊，就是这样，你知道吗？释迦老佛爷他的儿子其中有一个叫做善心比丘，善心那是他儿子哦，亲生的哦，你不要以为世尊的儿子只有一位叫罗侯罗，罗侯罗布，他还有一个大哥善心比丘。罗侯罗还小的不能当侍者，那就找善心咯。嗯，反正他你爹嘛，然后你去做侍者，就被派去当侍者。结果呢，世尊已经成佛了，晚上还是忙啊，还在思维众生怎么度。所以呢，过了十二点都安板了，安板好久了，世尊还没睡。还没入就寝，这三星比丘哦，我那爸们来冲上，他们咔嚓困的呀呢，哦，我做事加真忝呢，做爸爸的不早点睡，也不体谅一下人家做侍者的，他气起来啊，去躲在那个拿了一块羊皮，不知道谁供养给世尊的什么羊皮还是怎样，他就拿了羊皮呀、啊，躲在那个柱子后面。然后跟世尊走过来，在惊醒走过来，他就冒出来，去谈的爹地 father 阿爸，我是鬼，骗他爸，我是鬼，赶快去睡觉了，鬼都出来了啦。世尊公摇头，小一个小小的神通，把那个什么，把他那个羊毛的那个一披的那个羊皮衣啊，就掉在地上。干什么啦、啊？阿爸刚惊困了，也是这样。世尊的儿子，所以我普告天下做人家师父的人，
不要再埋怨你徒弟了，你的徒弟都是你的善知识，连世尊都得要接受这样了。所以具足方便很深奥，是一个愿意行菩萨道，处处要自念的。我们都是为他着想，没有为自己，好难。这是一条甚深的自修之路。我自己做宗教法也是这样自，也是这样自勉，虽然做不好了，也是这样自勉，自我勉励。那不是不关乎别人，也不关乎哪个政府好不好，就关乎我们自己有修没修，不关乎别人，只是努力的还是要了，是这样，不能老这么想啊！我没修行，没修行还得干呢、啊，干活还得干呢、啊。诸位，这就是具足方便。诸位啊，我们一起努力啊！你们都懂，不是说诸位不懂啊，我们一起努力。那么呢，哎，说起来啊，众生相就是这样，众生难度也是这样，但要成佛，别无二路。虽然辛苦，但是值得，啊，非常值得啊。好，接下来这个我们往下看啊。所以能具足五以上五种心，别忘记了，我再说一遍：十相、慈悲、发愿、回向、具足方便，这五种心，把它记起来。往下所有六善都要具足这五心，方明六度。OK， 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啊。那么呢，菩萨若能具足十五心者，随所思维，因中说果。我刚刚讲因中说果，你那个应该果海果测因缘，一切因果是功不唐捐。那么呢，此六度虽仍乃虽乃于仍于成佛之因中，但是而修而有以下果上之名。因中说果是什么意思？六度到了佛的身上来，没有说这佛在行六度，没有，只有菩萨行六度。佛已经没有所谓六度了，他圆满了啊，还在六度，六度在因中说的、啊。哼，哎，菩萨叫你讲六度的啦，哦，不是你佛在讲六度了，佛都圆满了嘛，是以行六度成佛啊，那成佛了就过了河了，这船就不用用了，但是。世尊还是自然流露出利益众生的因缘呐、啊，的种种现象示现、啊、但他已经不能叫说世尊在行六度，不能这样讲了。诸位这样了解吗？啊，这就好像说已经都博士了啊，博士有可能还去旁听另外一位博士的课程呢、啊，但你不能说他还在修博士课程，不是，他是去旁听而已。比如说这样，这是比喻了哈、啊，大家了解吗 ？OK， 所以说那是菩萨才行六度，那么的但是有果上之名，什么是果呢？第一，明示究竟，明到彼岸，明度无极，这就是果上明。示究竟，你看究竟不是果般是什么，对不对？度无极，啊，已经都无极了，就无极就是究竟，没有分别，也没有止境。什么能够没分别、没止境？只有佛才能没分别、没止境嘛，是不是这样子啊？这都是果上之明，我们是有止境的。比如说我们讲经啊，讲经就多少人听嘛，那有止境的。现在在网络上正有几个人听，比如说这样啊、嗯，比如说这意思啊，就有止境啊，不会没止境。但佛不同，佛该以因度者皆以度，未度者也建立受度因缘。诸位这样了解吗？他已经就近了，菩萨还没有，但是有果上之名，叫度无极。再来呢，到彼岸、对不起哦，菩萨还没到彼岸，到彼岸是成佛啊，对不对？那众生也还没到彼岸呢、啊，哦，也还没到彼岸呢、啊。别说众生啦、啊，就说菩萨好了啦，也还没到彼岸呢、啊。啊，怎么会叫到彼岸？因中说果上之名，听懂吗？听懂意思吗？所以说度是一个果名，果上之名啊、哦，是以菩萨所行施者。名之为是矣，是矣就是说所以是指这样的意思，这样啊，所以名为檀行檀波罗蜜，行就实践，实践什么？实践布施檀挪
简称檀，哦，檀挪，有人念成檀那了，其实那个是长老跟我讲说应该念挪，传古来传下来是念挪，念挪，哦，这当然了，这还是可以考据的了，哦，特别是那个阿弥陀佛有没有？阿那个啊，当然，梵文的说阿弥利达是那个阿了哈。但是呢，这个梵文里头 O 也是一个发音 ，O， Om 也是 O 是音，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发音。像日文不是有那个母音 I U A O 吗？对不对？你知道吗？全部对梵文照搬，梵它的这个 I U A O 就是梵文的母音，哦，中文不是那个乌。u， 哦，那几个音吗 ？e u u 有没有？是不是也 r e u a o？ 是不是一样？人类的能发音的就是这几个母音，也就是说母音在每个字当中都会用到，就这么简单了。哦，没母音，子音发不出来，所以那叫母嘛，这音母的意思叫母音，哦，是这样。那么好了，那檀挪呢？这古人就是说，我亲近过的长老说叫念挪。我有一次我念那，他就瞪我，老法师啊，他瞪我，什么那挪那，我那时候才警觉到，哦，是这样，当然不必去辩论说没啦，这个中文不是这样吗？不是的，这可以考据的，我比如说 我常说过那个那么哈拉，达拉达拉呀呀，那么那么哈拉，那个拉呢是写成一个口一个罗，有没有一个罗字？那么这照说的话，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那口不读的话，应该读罗没？不是，就读辣。为什么？台语甜不辣也是辣，也是这个辣字。那辣在中文里头，现在的北京语里头叫做普通话了，对岸叫普通话，啊，叫做什么呢？天妇罗有吗？同样这个罗字，台语就念成辣了，看到没有？有不？天妇罗啊，都甜不辣。哎，甜不辣，咱台语不是念，不是甜不辣，对不对？啊，其实要念辣，日文也念辣，他用日文拼也念辣，你知道什么原因？因为日文是从唐音转过去的，唐朝据说就是用所谓的闽南语，闽南语是中原语句，哦，是这个意思。好，那么呢，这个说念檀挪了，哦，那么是古德是念人挪了，哈，哦，当然还可以考据。那么简称檀。布拉米，或者有时候是布拉米达，或者波罗蜜，若自无上菩提佛果，方是檀波罗蜜具足成就。要真讲果的话，必须要成佛，那个果才圆满。现在果不圆满，不过果在现前了，所以还是因中给一个果名，这意思是这样，听懂吗？听懂吗？所以这个叫做波罗蜜。换句话说，真正波罗蜜圆满的是要成佛，那因中檀果叫做六度波罗蜜。就好像说摩诃般若波罗蜜也是一样啊。我们每天早课要唱的这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波罗蜜多，那个波罗蜜多在唱什么？唱智慧度第一，唱智慧度，也就一天就早课开始就要告诉自己，告诉同参道友，智慧度哦，用智慧来度彼此哦，不要忘记了成佛依智慧哦，是这个意思。所以会唱，怎么用唱的干什么？提醒自己呀，提醒自己用唱。华严字母为什么要唱？是因为每个字母引申出一个重要的法义，这个法义对应一个赞词，那叫六句赞。两个法义对应两个赞，因为太多了嘛，42个字母嘛，各有特殊的法义。那么这个法的意义，每两字两字。偶尔有三字的，那么对应成为一个六句赞，让你去唱诵记忆那个道理，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唱诵有记忆的功能，
有理解的功能，有增上气血顺的功能，啊，有什么呀？这个鬼神欢喜的功能，啊，有众生呢要闻乐闻的，跟鬼神关系差不多了哈。的这个功能，还有理解深刻的功能，你要知道理解深刻，所以你要知道正在唱诵的时候是带上那个道理的，因为你唱诵要专注啊，啊，专注就会记忆啊，哦，这样啊，记忆就会产生思维修啊，啊，是这个。好，那么这是就这个啊，这个波罗蜜多了啊，说了啊。好，那么这是一个斯波罗蜜全部讲完，再来讲斯罗波罗蜜。斯罗也是翻译，檀罗是翻译，檀罗就是布施，那么斯罗也是翻译，叫 Sira、哦、那么在我们的注解呢，十八附录啊，不是注解，附录十八之前的附录啊，现在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啊。附录十八当中呢，已经有戒律的三名义当中，其中一个就是斯罗。戒律呢有三个名，斯罗啊、这个比奈亚 Vinaya Sira Vinaya 还有波罗提木叉，这三个意思分别是有点像因缘果这样子的意思、哦、斯罗其实是指的一种什么呢？一种这个清净行，比奈耶 Vinaya 呢是指的一种警策的习惯、哦、所以斯罗呢是一种清净行、哦、有这种意思、哦、所以说你看勤言好善，清净嘛，好善好行善道、哦、是一种清净善道，它也同时具有警策的意，所以不自放逸，有这个意思。你要知道持戒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这个警策，不警策的话是你持不了戒，放逸、哦、你戒心就会松散，那就难以持戒、哦、是这样意思、哦、好，那么先了解这个意思，所以名为斯罗。那么如果戒律的三名我就不再重复讲啊，你们回到眼前之前的附录第十八那去听啊、哦、是这样。好，那么我们先这一堂课先上到这里啊、哦、那么下一堂课我们再说啊、哦、向下文长复以来任务回向，众生无边随缘度，烦恼无尽随缘断，法门无量随缘学，佛道无上随缘成，智归于佛，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智归于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于身，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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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